讲，这厝起真久啊，已经有二十多年，大楼外口有树有树。不过阿母甲我讲，虽然厝哪旧哪旧，不过楼顶楼下厝边隔壁感情，说一像吉酒喜一样，是哪来哪好，哪来哪歹。阿爸嘛讲，买厝卖厝边。阮真欢喜住伫厝，阿爸拄少年，伫个起来老厝，是无即间有济济起起个老厝，甲不是像一结心个阿姆，很多功课个哥，我怕生感觉，阮家有啥物物件拍电器，秘书倒写倒来关键卡，摇嘞摇嘞，心拢袂定。阮家住伫三里埔，大大细细有四个人。阮爸爸是咧替人请假的师傅，若讲着修理厝，就一刀一的功夫。伊真乐观，做代志骨力拍拼，也袂甲人计较。伊常常在讲，欢欢喜喜是一天，忧伤不悲嘛是一天，笑笑也好过日子。阮妈妈是外来来的新住民，甲爸爸差二十岁，来去白莲镇。伊平常时啊，伫厝里看三顿做手工，希望阮认真读册，希望阮大汉了后有出头。顺来介绍阮姐姐，伊十四岁，高中四年，伊的成绩普通普通，不过真善良，捌代志。看到爸爸妈妈无气气，跟人讲论的，咱就想我倒做工课，先我伫自杀倒粪扫，读书减轻爸爸妈妈负担，有时嘛教我功课，有时嘛创造教我创意，怕大家和妈妈咪家吵吵去。难怪呢，今年十一岁，搁小四年，想甲大伙拍球，做伙佚佗。我想好命，那爸爸妈妈性命命，连姐姐嘛照照顾。总共一年，阮家是一个温暖又快乐的所在。虽然有时间高压，不过这个伙仔大到底，有笑声、有歌声，搁满满亲情。这是我上爱的所在啦！感谢大家。